哈，因为我们今天呢哈，在荧幕的当中，那个小米你先放一下哈，放我们那个有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有一个那个变全时那个星空，那时候在那个郑医师那边上的那个星空，有没有办法放出来？染色体唯一啦，开启了银河系，有没有办法转一下银河系吗？转一个银河系就好了。从银河系再回来神经元，再回来我们的细胞染色体，好，再来截断我们的这些就是花号或是细菌，好，全部都在你们自身。那因为我相信哈，你们知道现在细胞核呢，哈，一定要从细胞核下手。大家知道细胞是不是一颗里面是不是有细胞核？细胞核你只要完全相信，就像刚刚那个荧幕，你只要完全相信呢，你就定在完全相信哈，没有这个自己的业力已经消了。你要完全相信佛本具足了，就这样子，每天操练。所以呢，一旦有事境界发生之后呢，你就会用感恩的重报轻受了。好、哦，所以银河系哈、哦，它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哈。哦
我们用善的作用力哈，虽然愿意无边，可是我们的愿力无尽就回来了。我们不再下四丘，有没有？是不是直接回到环境室？但是它全身都是这个愿力。可是我们平常立仙体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立仙体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也不用去管它，我们就光进来，就回到细胞核就好了。一个细胞就有一个光嘛，小光到后来变成我们的大光。那我们的人在一起都是小光，那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大光体，有吗？是不是人类也都是一个个体的？可是你分到里面都是8000兆的细胞那么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力就是这样子去解的。所以你的法会在你的身体里面，你要供养十花香，有吗？花香灯火这些啊，涂漫翻盖嘛，就是合掌起来就是十。所以对人假设都是恭敬哈，恭敬就要做到表里一致。虔诚心、恭敬心，你就有办法去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了。你假设是善心善念所学的话，就会越来越善业了。哦，所以我相比一下哈，因为那个敦巴法师，你早上辛苦到现在哈，你真的非常难得，好棒哈！
第四个呢，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过程叫做六度波罗蜜的四摄法。所以这些你都在行持资粮会当中呢，你就会慢慢的一次一次更清楚，就进入到加行会了。进入到超凡入圣的时候，你就会进来，因为这些都还在修道，我们才有办法进入到见道位。哦，见道位又进入到修道位，因为我们要悟后起修，都完全没有神通的。我知道自身可以下手处了，我自身都可以跟他讲的。这一些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哈、哦，所以再配合我们刚的染色体嘛，来再将这个呢，好、哦，这是我们的金刚玉念地嘛哈、哦，我们现在做的一生古树，你再放缩小那个染色体，好、哦，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每一大阿僧祇劫哈、哦。为什么我们要透过一念性？你要静哈、哦，你完全干净之后呢，你愿意行持、愿意忏悔的这个愿力的话，我们何念就是我们的性的道源功德母。所以这个你看，吃粮会加行会啊，我们假如是你自己有进入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它是不断的透过超越，那这个超越的当中，你的念头可以在不动力里面不动的摆进式，可是我的分秒、我的记忆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一秒钟500万的一直生灭。像发一样一直抓，有没有？你抓不住它的，所以这个叫做念啊、哦，不断的一直呢，透过我们的DNA 跟 RNA 的分辨，一直转达信息，一直转译，一直在表达运输哈、哦。但是因为假设我们的内在有疑惑，它就开始被干扰了，跟红心呢，整个细胞又烂掉了。可是你要稳定下来，先不动，专心念佛，它细胞就重组回来了，它就这么快。对不对？所以你一念掉下去就怀疑负向，一念提升起来就是正向，不怀疑啊、哦。所以梅珍这样子可以上来讲了吗？好，来上来。大家好，我叫梅珍，我从台南来。生命之光啊，就是我们是从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个时候结婚的。那然后就是由于他们交合的时候，然后会产生光。我们看到光的时候，就会进入，就赶快就要碰到他们的身体上。所以说就下来了之后，就有很多的光，很多的光就是说看我们的修行，可能有一些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就是什么样的光。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尽量。去努力，尽量去修行。那然后我们不可以贪嗔痴，而且还不可以那个，就是怨啊、恨啊、恼啊、怒啊、烦。一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超光子它就会变了。你一生气的时候，它的那个能量一来的时候，贪啊、嗔啊、痴啊，还有怨啊、恨啊、恼啊、怒啊、烦来的时候。病情出来的时候，久了，一进来的时候是痛，然后再久的时候变成癌症。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说要欢喜，什么事都要原谅人家，什么事都要完完全全的，就是说，非常棒，真的感恩。他说的癌呢，就是因为你都有一些愤怨恨的怨恨。对，那细胞都没有办法代谢，哎，对吧？那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知道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鼻咽癌，鼻咽癌为什么会有鼻咽癌呢？就是说，你恨老人的时候，我们鼻子就会生癌症了，好、哦，啊，你赶快忏悔啊，对不起，我不要怨恨的，这个鼻炎马上好了。比如说你是乳癌，为什么会有乳癌哈、哦？也都有原因的了哈、哦。然后所谓是跟，就是说你怨。大家了，还有兄弟姐妹跟不和好，然后生气的时候就是手会会痛，然后你的脚为什么会不会好？好，就是说你跟你的儿女，就是怨你的儿女而来的，在你的脚跟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孙女孙子以下的哈，所以说大家就是尽量不要怨了，不要烦了。你跟先生来的时候就是比较绝对不会好，女孩子会生死同居哟。所以大家知道了，哦，怨恨恼怒烦的时候，就是这边肚子绝对不会好，好、哦、一定会生任何的癌症，大肠癌啦，还有那个六五的时候都会生癌症。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生气、怨恨、恼怒嘛，尽量不要哈。那像这样子的话，什么是我们要有爱心，要有的，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要有恒心，要有爱心，往往觉得爱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就回归原本的之光，就是我们是性灵而生灵，好，就是我们的 innate 就是我们的白金石。其实哈，你真心在付出的人哈，真的是身体都可以感受到，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哈。真这一几年也都是非常用心的哈，在行使这么棒的菩萨道哈。那还有呢，可以上来讲吗？那叫什么名字？西施。希望你们回归本位，好，我跟你忏悔，希望你们各个回你们的岗位，我们的病就好了。对，很棒，要相信哦。你可以说，假设你说我过了，我用你跟没有我过了，你的达到六道轮回，你说是，好感恩啊，这个就是一种信，好不好？我那天就马上一秒钟就开了，因为它太细了。你看哦，我们那个细道呢，我们这么细哈，当然十的我们影片曾经放过十的24次方，好，就是这么细。那我们的生命它不断的会透过一个原子的一个转换，好，那这些都是从我们的生命，因为就是透过所有的生命的染色体，因为我们的基因呢，你只要相信的话，我那天它就真的就是如同你的话语，所以你现在话语要有能量，就是讲的话都是要超正向的。这样子免疫球蛋白在口水就用得到了，口水就对了哦。所以以前那个甘露王啊，那位罗汉，当初因为他没有读书，那没有人都不让他出家，觉得他很恼，他在那边哭，有没有？结果那个舍利佛跟那个目犍连说都没有听过你念过佛，结果他是500年前都没有念，500年后的第一天是不是念的南无佛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让他出家。一出家之后，他就不断的就一直煮水。就是给大家喝水而已，所以你看他生下来在一个富有之国的人家，就是口水流出来都会治病的嘛，是甘露王就这样子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你只要一念尽性，一念清楚，万事归一本，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的话，让细胞再一次的重新连妥妥的回来。所以这个就是立腺体，我们看到绿色的这个就是立腺体，有没有？我们的祖先有吗？你假设刚老师有时候我们用立腺体的光笔，是不是光？走一句话就回归了，可是这个你要有信心够的人去做好啊！我呢，必须放风嘛，我刚刚哇，他有感觉啦，不是没有，是有人连死了之后你这样子进去可以，只是我们要让你折叠，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不动不行，电力跑不出来，重点就在这里而已。好，所以呢，我希望说你们问一些比较具体一点，好不好？那接过来把这个身体呢哈了解一下，好不好？你们问一下比较具体一点的哈。刚刚我们今天哈小道就写了放好来，我们的那个对活动的身躯就是我们的身体哈，隐藏不了当下的心境跟修行的功夫。你刚刚在折叠当中有没有？不管你用快速通关，重点就是要让你的身体柔软就对了啊，柔软，你从你的每一个当下就可以看出你的这个所谓的内心的这个定力有多深哈，所以从身体里表露无影，从生活中，因为我们的六根对六尘啊，它会碰到之后就回到我们的过去的种子啊，种子它是无际无复性的哈，所以我们对人事物真的如同万花筒的世界，就可以看出你的心境，我们的心境没有过去、未来、现在哈，就是在当下就对了，所以你要从中明白自己修行的功夫的深跟浅，你是要从哪边去修正你的行为。
究竟我的思维改变了，我行为就改变了。好，所以我的作意就是去改变我的意。我的第六意识，我去用后代很专注，每个当下都在圣洁纯净的想法。慢慢你就会感觉，你有进步的人，你就会感觉像很柔软，脾气毛病很不容易发作，不容易的哈。所以这也就是呢，生命中心性的修炼呢，在佛法里面的融通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们能够现什么内敛跟沉着，没有完全不着了我们世间的这些相哈。所以我们的修行功夫就是要让我们去远离，尤其是你常常牵挂小孩子啦、啊，还是呢，我们所有的事里面当中，像当初在佛事当中，因为有一个出家老和尚，他为了要每天不断的出去出波，那就是要盖佛事，他就想说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地方共修啊。可是你看他这么，等于说他在这些区块的当中没有办法去完成啊，因为他那个地又被人家所谓的什么，就是不合法不能盖，所以他就后来就在那个地方不断的生灭自杀，一直在那生灭。所以这是一条最什么最不圆满的方法哦，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因为这一些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在这个六道当中受苦受难啊。所以我们的那个牵肠挂肚跟忧悲苦恼啊，百般要清楚，你法义越来越清楚，这些都是空性。可是这空性，你要从慈悲喜舍，从密真上瘾当中，慢慢的来调起调理当中呢。慢慢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哈，苟日新月，月月新，秒秒新，分秒的通过，那步步就会踏实过了哈。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花报呢，我们大家联系这两个月都是在谈这个花报。那因为花报这个序句当中呢，你只要懂得你的心念当中能够不断的反观内照，让你的思维不要容下一点阴影，没有黑暗哦，慢慢你就开展你的内心的一个心境，就越来越光明了。那这个光明它不是用说的，你可以从人家的态度，你待人处事，你在每一个当下都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法喜，但是法喜它不用讲，它讲不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请那个金远元带一下好不好？来，哎，大家先把那个自由镜调一下，做完之后再做一个心理镜哈，稍微排一下就可以了哈。来，我们排一下哈。好，大家用心的排一下，对，手哈，帮他举高一点，对，举高先排。尽量打直，打直之后呢，我想说将你们髋关节呢，哈，这边拉一下，在这边拉一下，好像你们现在哈，在调整灵魂的前进拉，再拉上来。好，各位请起。拉一下哈，尽量拉。假设你觉得你的 BMI 哈折叠到一个程度之后，接下来哈这边都会往两边坠的话，这个是还是不通哈。所以在拉的时候，尽量就是左边拉一下哈，调一下；右边再拉一下，调一下，这样子。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可以尽量这样子，有时候气也要这样子，因为你直的时候，你的淋巴、顶浆腺的那个极度的臭臭的会出来。可是你这个地方呢，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变成你可以稍微两边再拉一下，啊，左右两边拉，对，走路摆一下开始走路，不要平视着来走路，开始走路，走路试着左右哈拉一下。因为发展让你这个观察哈，有回去有认真做，像跟我也瘦了4公斤哈。其实瘦就瘦这个气就下不下去了。你走路的时候左右稍微动一下，对，左右动一下，对，非常好，左右动一下，对，很好，左右动一下，一定要拉到这里，所以手要打直，对，手要打直，对，对。但是你要专注念阿弥陀佛。
慢慢跑了哈，慢慢慢跑。因为你们那个肚子搬不了，不能动，动不好，还是稍微的动一下，往左右动一下。
训练的。那假设你在家里的时候哈，因为你这气是快速的啊，还有你平常的话，你要记得，因为有一个三焦哈，胃还有口还有膀胱哈，你也可以这样子，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你们可以去调啊哈，五，因为你的膀胱经要拉出来，一定要拉。那这样哈，现在不是只有时间吗？现在有三十间。还有时间，时间就在肩膀后面，肩在那边滑，所以很麻烦哈。这边出问题，这里出问题。所以我们所教的八力三纲五常就是要去配合。你只要每一个动作，你只要记得每天折叠，主大能都真的是折叠开不同，所以一定要折叠现象。胃能就是你们光能就提升了，啊，光能就提升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哈，一定要记得所设计的呢。就是要将你们的染色体里面的基因哈、意念挂在白净室，白净室里面这边是最集中的，但是它全身都有哦，脚趾头也有，对不对？细胞嘛，细胞我们就要从这个光进去，对不对？但是因为像基因，我们大脑基因改完全是基因改造的哦，你知道基因怎么可怕吗？你吃下去的话，你的细胞核里面的东西莫名其妙会自动开关的能量会不见。所以要记得叫你们自动自己念佛去排，懂不懂？只要训练到自己有金刚不坏的正念，就不用怕了。所以现在整个空气跟水出问题，你现在只能透过自己的口水，透过自己的什么正心正念的风，就是呼吸啊。所以你在甩的时候，你看你要快速化才把精力到中脉来，好、啊，就是这个原理哈、啊。所以我为什么你看设计为什么一定都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只有你相信他，可是你嘴巴这样子念哈，你没有去关照，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不知道，到时候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就像那个今天静就在说，他看到阿妈哈，平常这么热心、专心念佛，可是到后来真的就是错关，不知道怎么办。那他还不错，还愿意用一些什么帮他，只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我帮阿妈做，我要不要这边甩啊？要不要？不用，你帮别人做就静静在那边就好，自己做自己要动。因为你的龙，那个我们的地蛇就是那个普纳尼尼要动，好、哦，一定要动。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信念够到程度的话，你一出手马上合一就开了，好神奇哦！你手这样子碰过去就开了，啊、哦，所以一定要相信啊，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只是我们有这么多花招哈、哦，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忘记，21遍的大脑哈、哦，它实在有够糟糕，很坏，它会让你人性，因为它怕你报到细胞里面。在 ATP 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用细胞直接用 DNA 啊，直接找半身自己回到单细胞，就是光，有吗？就是光啊、哦！所以我们大家越来越清楚之后，我们才有办法解开。所以我们今天就将所有的染色体呢，从它的来去告诉大家的，自己呢有开窍的就听得懂了，立马就这样子解了。解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假设哪个地方不通，你就会透过呢，因为我们假设哈，现在回去，现在会双盘的，大概两脚要往上翘的有几个举手，我看一下，双脚双盘的，金刚坐的有吗？好，你只要记得哈，双盘坐的时候，你就是坐自律神经，大家还记得自律神经吗？是不是按着，连睡觉也可以啊，你就是坐了20分之后，你的气就很容易开，就一直练习练到你的白净室也开了，8分垂帘2分。你也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做，哎，但是你只要双盘的时候，它气就很容易开了。双盘的时候跟你睡不一样，我们睡魔嘛，你睡了之后睡魔就到了，做梦，有吗？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也要把它归一哦，比如说出梦赶快归一。那有的是什么追杀，这个是比较随便一个，要老伴，做梦要老伴啊，所以一定要记得心心念念呐、啊，一呼一吸念佛，一直专心念佛。大吉经说的。现在这个时间哈，你们红的习惯就搞，红的禅宗搞那里哈。佛脉不是这样子，佛脉就是你相信是佛，所以你要离开它，对不对？所以方法就给你了，就你嘴巴念什么？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心光阿弥陀佛，我们的白净室里面就是只有这个念而已，好，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呢？老师，老师，那个甩掉，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稍微半蹲就好。当然，静言是，他觉得你们蹲下来之后，这边会比较有那个强而有力的气，为什么？感觉
什么我们以前他们说的甩手都没有了，那个气声头顶上的口水就出来了，是因为你现在专心在念佛，到时念是气会出，有没有？心肺功能就开始在带动了。好，所以你们假设没有办法出声音的，就舌头顶上都念，一念念就好了。哦，老师这样可以吗 ？OK， 没问题吗？那小孩子会做梦的。哦，对，小孩子做梦的话，你要记得哈，让他们先专注一个点。刚刚你们看那个跳舞的那个脚，对不对？你一定要让他专注哈，你那个点，你就要让他专注在里面嘛。好，比如说他们不知道在白天是在哪里，你就画一个大脑，因为大脑是一个神经丛，这里是神经丛，可是大脑是总枢，所以你要跟他灌在这个地方。你先在外面画一个图，这个就是宝贝，就是你。你现在宝贝要帮你指回来在这边，所以你就让他专心念阿弥陀佛。所以有时候你到学校的话，你念佛号阿弥陀佛会被人家起疑，所以就用英文的 A M I T A B H A 阿弥陀佛，就宇宙原因，所以他们念的就很高兴了。所以一样专注，这样子他会一直透过这个什么操练，所以他的密度够的话，那个小朋友就不会一直这样子不被追上。好，他做梦，可是梦中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对，就是梦。梦就是大脑也在疏解，要让它的正负麻死有平衡。对，但是静脑炎那一定有啊，他会讲。好，那我们还有问题吗？老师，请问一下，那个跳舞的，我都看他一直右旋转而已呢。哦，你都右旋转有重心？没有，我都没有看到左摇，那都没有。第一次看有，第二次看就没有。是那个刚才在摔手的时候摔的时候，他就是别人没办法的，摔伤了。那个，那个善解过去，善导未来，是善度念当下，是能不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个？可以，非常棒，因为这个是一切的源头就是善。很棒，非常棒。你了解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神经丛而已。神经丛它的好处，一秒钟它就500万的生的命，所以你一定要遇到善知识，它就会一直让你发展，所以叫做善知识，有吗？善护念、善现，对不对？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全部都是在解我们众善奉行的善，是不是？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叫善慧菩萨，对不对？是不是？他才受证我们现在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一些未来佛嘛，就是他去看到哈、哦。还有来，就在做的时候，这个膝盖怎么做到说到32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啊，是不是有旧，等于说旧疾？旧疾。你像那个旧病重发还是什么？三生尿。哎，这个很紧哈、啊。哎，不是左脚不会啊，哎，右脚会、啊。好，你右脚啊，你右脚是哪一边？这边呢、啊？哦，这个胆不通，所以你做事没有肝胆相照，啊，都没有肝胆相照。哦，肝胆相照。缺乏肝胆相照，要周密阿弥陀佛，懂不懂？肝胆就会开。好、哦，做事情不能怀疑，胆经有大烟，知道因为你胆不常都出来的，所以你吃的东西嘛，哈、哦，尽量吃的时候思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吃，但是一定要懂，这里一定要懂，好不好？不要让我们不正常的解决跟不缺乏，胃一定要把它打开，就是这里。这里碗之后很奇怪，胖的会胖，瘦的会胖，瘦的会稍微平衡一点，胖的会平衡一点、啊、哦，就是不会像我们现在说的，因为这个啊，你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让它通关，气流下去，胆虽然在这边，一定要气流下去，对不对？就在这里，而且它是不一定是两边的气流。哦，你呢？然后做碗选手嘛，两只脚、膝盖会酸酸的，只要酸酸麻麻、冰冰痛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内在的经济流酸在排解的，酸在排解。对，其实你要了解哦，佛法是太奥秘了哦。因为现在你的花招哈、哦，一定要记得，每个人只要相信有阿弥陀佛，但是这些花招只是要让你专注而已，就有专注，就有专注。你假设呢哈、哦，了解到佛力的时候呢，其实你到后来专注就直接入定海，海印三昧。你不动的话，你死定定的话，你的气哈，除非你已经过去生修的不错，所以你这一世都可以保持在原路不动。好、哦，但是因为我们整里面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透过火力，但是还是要动。动了就是说动完之后呢，整理完之后你就静下来，先多静。好、哦，可以双反思20分钟过后，你的气就开了。所以惩罚最好的是
不会让你放心，而且最有帮助。小朋友不专注是用这个方式，那大脑放松就可以了。好，还有吗？右一下吗？好不好？就是要让你肌肉起来，因为有时候你这边有一个气，那边都要拉上去，嘿。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感觉上很酸？有吗？对，那个时候就是在排乳酸的时候。啊，那个美丽都每次都放下来，这样子气都很通了，知道吗？忍一下。对对对，因为你酸的话，表示你头部很多乳酸。那是那是你别的活动啊，那我要轰轰的声音呢？对，我们里面的淑美就是因为一直做到白色的，她每天折叠，她心想，哎，还有她每次只要举这个手，她就痛苦，就什么怎么那么酸？别人折一些效果，因为她就是每天都不会哦，但是就举这个会酸，那她就是一定要轰完，对不？轰完之后，那个大脑这一块啊，哈，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气就会排到这里。它排到这边，你是不是请你用抖的出去，还要甩出去？所以就是一定要头部的东西乳酸在这里，你还是要排出来。可是我一直头痛，从小一直在一直头痛。那从现在开始不头痛了？啊，是我。哎，对，你就开始要一直跪拜这样就。对对对对对，哎，你要完全相信，古大人都是没有离开这个跪拜的，只是我们要努力啊，慢慢能够走路，没有那么久。好，还有吗？那个刚才我讲那个善解过去，就是说善解过去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过去错误观念说哦，我这里一直痛，我这里有病，那个是一直催眠说我这里痛，哪里痛？那个善解过去就是用善导未来，善导未来就是说我现在我是我本具足，我本健康啊，我本圆满啊，那用这个善导未来导把那个过去。错误的哈，负面的那个想法哈，催眠，把它导向都到未来，就是说导向。很棒，对，更具体了哈，是现在讲这个什么更具体。我本哎，我本没病，我本那个。我本健康哎，我本喜乐，我本圆满。对对对，我本健康哈。那然后就是善负面当下，善负面当下就是在当下促进右根促进当下，不断的反观自己，不断的内观，不断的在反观的当下。有正知正念的那个成分在里头。对，所以你知道吗，法师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大脑有东西进来，你知道吗？来那个静云天表示，你看吗？哈，我们现在说善动念，以往我们不知道，因为大脑太复杂，对不对？善动念不知道它在哪里，善动念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越来越柔软？有吗？可是一定要随时进我们的工作压力，还有人性啊，哈，有很多的过去的无明都已经。花爆来了，所以它要集中很困难。对，所以我们跟他说，上面就是在你的大脑里面有一片神经丛，那这神经丛要画给他看。就这次那么多的哈，这些的大护法来，他们现在才知道是原本具足了。你信，他就下来。但是要在哪边？你要告诉他在大脑这一块，哪一块？脑下垂体，因为你没有办法专注，你那个口水就没有办法分泌这个滤泡素。你松果体，你没有办法放松，你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中间那一块叫中果体，所以要有规划。尾料先讲一通，这个在哪里？就在你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叫入门，这个叫灯塔，脑下垂体就不是了。所以像你说的三个面，就是面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细胞有光，我也可以念我的脚，对不对？可是我这一次一直属性在脚下，以后我来的时候，我下辈子就是脚痛，因为我不懂得放下，我还带着它过世。或是会心迷障，其实我们走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一起观呼吸的人，到后来这次很容易有回来。我上次学那个师傅，因为那个是荣总医生嘛，就别来，就没有办法处理。我说叫他放下，我说你就观大脑有个空，对不空的这个空，白净是就观那里。他没有东西，他一直是在心经里，一直心经。所以现在就是你一定要具体的话，已经可以来对的欲望。像刚刚法师说的那个就更具体，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回到人体来变得颠覆的话，对吧？比如说我们人体的鼻子、人体的眼睛，然后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有办法真正的要散现，对吗？我们像过去有时候我们对啊，就像很多人就被催眠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啊，再次去唤醒你啊，你本具足还是要让你叫回来。好，所以你要记得哈，你假设比如说你随时随地你做完之后，你就让自己静下来，那一道光。
关照他哦，可是你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呢，头上呢给你冠上一个你的名字，就是在神经传里面，就是圣洁纯净的观念就对了。可是圣洁纯净的观念，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一个洞，它就是耳内跟耳内有一个洞嘛。刚好那个张明用一下神经元，让我们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找一个全身神经元，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但它这么复杂哈。你看它中间是不是有很多洞？哇！但是你是哪一个洞？是 A 洞还是 B 洞、C 洞？不知道，好不好？像我们就是给它一个洞，就是大脑的脑下垂体跟松果体中间那个洞叫做什么？白金丝啊，所以它就收敛回来了。阿弥陀佛就是在那边，你就是它就对了，集中。哦，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好，哎，气都充满了，它活动这样，要气要怎么放下来？折叠，折叠下来。折叠一直这样会不会解释？不会，就一直折叠。气会下来。就会气下来。不要啊，我多钱它下来的，因为气在里面，这个这样啊，折到边边就不要去回头哈，你这样比较麻烦，这样麻烦边边开了。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学的就是说会怕，怕有没有？但是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怕。就是你看，是这文字也不一样。你折下去的时候，你要记得刚开始开刀就不要，先等一段时间。是啊，它有滤镜的，可以吗？可以。它不是什么，是什么？过了天边几热，然后尿闭。哦，所以尿闭我们要赶快先重生，你一脏要赶快去调运动。糖尿病其实你就是一定要有时控这个运动而已啦。啊，运动就是你胰岛素，就不是我说胰岛素就是你跟人讲糖尿病对吧？叫尿病啊，碳水化合物、淀粉啊。所以它一定是胰岛素会大量分泌嘛，太多了，因为你泡你，你要怎么泡你也会来对哇，血都泡都是泡的糖嘛，血管的那种粉嘛，所以它胰岛素要分泌很多，所以分泌雄在游记有太多，所以你要让它活化的话哈，要给你肾丝球被活化的有谁来给你承担？四个月的红血球会染色体到点，在三年当中哦，又要喝水，不对游记血当面的对吧？你的行为包括爱运动、运动。这样的是跟你折叠，是不是你自己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求佛来帮你，不是人家帮你，是佛透过你的方法，让他慢慢的在什么，让肾丝球又活化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谁有知？不是嘛？对对对，肾活化，肾脏记得。对，所以赶快你摸什么活化，你多做为上，因为你这样子，你的肌肉哈会一直萎缩，一样要动，因为人活着就是要在你动。有人会歇息吗？有人洗肾吗？有啊，所以足阴。因为我看到一些嘛，咱要捏来着，因为我们人很奇怪，非常被动的，你知道？所以你点按强而有力的告诉他，就折叠的地方，你也变得起来又嫩嫩的，又发光的好不好？变嫩嫩的又起来回来。只要你看，你看哦，我点点干完了，就要动起来，心情好，刚刚。你看哦，我一动一下，我的热度就出来了，有没有？我的贝塔细胞都帮忙我了。而且你又年纪轻盛，你又没专注啊，就因为折叠心情，要专注你来近视。所以你这个能量哈、哦，墙壁到处都是光，光。所以你到底在心中呢，整个人的脾气就会越来越平稳了。改风水不是爱来改，不是叫人来改，是我们帮忙的时候，你说放在医院都没有办法改。好、哦，大家一定很清楚，大家是哪位宝宝？你快点哈，有回复了，你要对一下行为，反正什么都要以一千下为基准，练完一百下放这里，再一百下意念关照这里，再一百下眼睛，再一百下眼睛，再一百下鼻子，再一百下。再一百下嘴巴，再一百下八百声，再一百下，再一百下，是不是到一千下？没有，我都用手，用手。哦，也可以，反正他们有的是用脚算，用脚找的哈。你都很专注，你知道啊？为什么要练阿弥陀佛？你因为你只念的时候，你的大脑都专注了。你了解一点，你马上练到二十斤哈，那那练到二十变七十，那七十练还不练变十升的话，就表示你不专注，所以你不专注智慧的。好，所以以上来讲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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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的。啊，两步嘛是礼拜了，对吧？但是我现在就这样专注，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所以一边哦，其实如果你就专注下来了，等到下次念头里头，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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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讲这是什么？你马上来哈，我们快快去懂的，是阿弥。就一直帮他按摩吧，我说按摩是光力按摩的话，好不好？不用碰过去啊，不能，不用拿点力哦。这是形式的，哎，形式呢？哎，你形式啊，你要跟随便说出来就有了，哎，就是这个意思。好，好，那我们先让自己哦。
放心的，只跟钱。这个钱是不关天的，你只要完全相信哈，你只要哈，大家我们确实往后，大家都可以。你知道为什么？相信的意思，你知道，我就是要让你们去练习。我们哈，中部那个贵女是这样子，因为她的儿女都很优秀，你只要跟我一起哈，你跟我的妈妈哈，哦，不足大胆，你跟大家讲一下了哦。好了，你可以不要说，等一下，因为你的嘴巴我搞亏了。就像我都让他去讲，开始讲经，内心一开始圆转，你知道吧？因为上海一直消音，一直消，消到后来他会讲，他越来越谦卑，哦，每次都90度的让大家呢，让他有机会学习这样子。哦，所以要不要上来讲做法布施一下？会不会解？我讲一遍哈，你讲我盖一个好不好？那个肩膀哈，这个肩膀，我靠的肩膀。大家看一下这个肩膀，黄黄的这个嘛，这个我们有四库水，四个水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色者相哈，这四个水它会开莲花，只要你的水分够，所以水就是呢柔软，还有什么慈悲哈，它就会开了。这里就是这边。那这个重者哈，这边越重者的话呢，哈，表示你的智慧越多，整片刚好这边多啊。所以我们现在将这个全身哈，因为我下次应该要找全身的，你现在拿全身的给他看神经的，有没有？随便找全身的。血液有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哇，细胞是嘛是卡在家，啊，你讲一个细胞就是一道光，有没有？一道光。那我们今天早上说的，叫你生命之光行不行？我更，或行不行？来刀开你的面部。啊，你看每一个细胞哇，那是有100兆的细胞，所以内底有100兆的分子内底，是不是神经内底拢有？有法度变理解无？可以理解吗？啊，有一个细胞叫一个我。对，啊，咱内底吼有100兆的细胞。佛说的有84000个细胞的内，所以就有84000个佛。所以你早上画佛前，你拜下来之后，是不是那个佛光中细胞里你里面就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是讲你解开业力的是未来对 DNA 去解，这样会吗？会不会解？有概念解吗？有概吗？会不会解？我们现在先将冷气切掉，好不好？因为你们流太多汗了，好，没关系哦。我帮你跑完妆就走了。啊，哦，关起来了。好，会解吗？老师会不会解？大概有一点点概念。哦，有一点概念了哈，要不然说看看。好了，太好。然后呢，在喜的方面呢，我把它想成是
有从身跟心两个部分。身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就是老师讲的，我们讲说从动能，然后会产生热能，然后热能呢就是会能，再来就是会变成光能。我是用这样子来理解。那你如果说是我们心的部分，这是属于形的部分嘛？形的部分我分为身跟心。那在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发愿，发愿的时候呢，那还有就是在老师的讲义的部分，他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这种人的这种频率，对，这种频率呢，这个也是属于愿力，我们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能力，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发愿的时候呢，你如果常常就是说你内心安详极乐，或是宁静极乐，这一些种种的这些善念的话，也会有助于我们自己产生的这种对自己这种自信的这种提升。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慢慢必须要靠结行并重的，你慢慢的透过你的结跟你的行，我们才能够慢慢去从这个就是人体细胞慢慢的才能去发现更细微的东西，你才能够去体会更微细的东西，但是它是一种反观的一种刺刀，然后就是慢慢的你会去察觉到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再做自我提升，这样子呢才会回到我们的生命之光。谢谢光哦。只要上来好啊，那好，扭一下再下去就开了。真的，我就是让人家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开的，懂不懂？把沙发上来收。对，因为哈，刚刚你看哈，我是希望说哈，因为我们本身哈，能够有现这个相的话呢，非常殊胜。要假设能够更巧妙的，因为现在人怕死、怕病，你知道吗？你该解开的时候，你这个病有我们耳边哈，很清楚的。真的没有药力，但是因为你去看了医生，医生讲说讲这个我好，对不对？至少给你心理安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呢，遇到重病不要迷信，马上看医生。啊，我这大药我们不给，医生都不给，对不对？你去再配合真正的呢，去认知之后，千万莫对某这边伤害处啦，有个叫你讲什么医王，到底有没有哦？不要发烂的哦，懂不懂？自信佛再透过我们世间的真正的呢，相应的就会很快就进来了哈。所以刚刚马师就说非常棒哈，因为他用解行并重的区块，但是我们最基本就是一定要让每个人越来越清楚哈，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在讲自信。我这只手是不是自信？可是你看到就是我的手是受限我的右脑配合左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回到源头哦，你的病是要从这边解开的，不是从这边给割掉哦。这就是给你的心，对，这就是我们的原理啦，一定要回到自身就对了。所以它就是从脑下垂里面生物的中间有一阵神经丛，它跟你的大脑的肠器官可以通。所以你把一个专业医生哈，尤其是科学家，你改通镜像神经丛家，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知道？因为愿力的关系，就这样而已。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了。好，所以呢，老师可以再上来讲吗？可以吗？哎，好不好？好，老师你上来说好不好？啊，老师。那个神经丛，对，秘密吗？对。那如果说我们用觉知呼吸啊，对，觉知呼吸，那觉知呼吸就是说注意自己的呼吸嘛，对，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散乱了，对，呼吸衔接而行，对啊，对。像是我们如果开始回来到自己的呼吸上面。那这种觉知呼吸不断的练习的话，它是要经过千千万万次的失败。是。哦、然后经过千千万万次的失败的话，我们那个正知正念的能力才能够、一直上来啊，正念明准的能力才能够一直上来。那这个在当时在不，因为我们不只是在呼吸嘛，我们还要在行住坐卧里面啊、还要有很多事情嘛。是。那在很多事情都要就是。在那个促进的当下，我们都是
不断的看到我们有正知正念在里面，正知就是慧，那正念就是说，可以说病，那这种病不是，不是常病的病，不是那个安止病，不是进行病，它应该是属于刹那病。刹那病就是说我变到我动作变到哪里，我的心，我的注意力就跟着到哪里啊。那就是说，在你那个变换动作的当下，我都是将你这边的，将你这边的功。我的每一个变化，我都看到，我都有了了明明，对，都清楚。那这样子的话，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这个就是说，把那些业力完全解除掉。对，就是这样子。对，但是你一直保持在这么直观的状态。这个对，那个就是有止有观嘛。那有止有观的话，才能够完全那个。就是说，刚有一个就是说和月与露珠的关系啊，是，就是说，虽是附着，但却离系，就是说业力虽然是有，但是它已经不会卡在那里，它就是会滚动。露珠的话，它虽然是附着在和月。但是他滚来滚去啊，他不受业力的那个牵绊。对，为什么这样哈？因为我们的筋是一直在变的，懂哈？它就不会被这个东西，他刚刚说的染着。你的念是静心念、正知正念的话，那就不会一直，因为它在滚动，滚动不生开嘛。啊，这个意思哈。时时刻刻就是要正知正念。对，就是要定慧在里面。是。每个片刻、每个刹那都要定慧在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让每一个人哈回归，只是。在说法，那在运用的当中，每一个的操练方式不同，但是最终要有慧定出来的，因为慧才能够解脱，不是定。对对对，是慧在。那我刚才强调那个刹那定嘛，对，你变来变去，是去关照在刹那的变的当中，对，随时都能够雕明这地哦，永定是雕明这地哦，对。啊，雕明这地哦，你正知正念都在里面。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嘛，善护念嘛，对，到后来善护众生。都清楚了嘛？对，对不对？是不是在诸佛菩萨的那个里面的每一个细胞了？那每一个细胞是不是有一个 ATP？ 那 ATP 里面就是代表一个宗派，一个宗派当中一个国家 ATP 就那么细哦，它是五千个大千世界，它是不是也不用去管，就直接进入细胞的包？是不是每一个包都在里面？你说的刹那就是这样子，因为它一秒钟500万亿生命。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在。注意呼吸，注意我这里痛啊，就是说神经转秘密麻烦，压力在筋，压力在筋，对不对？但是我从这里的筋注意到这里的喵，就是说每一个都知道，当下知道，当下知道，知道。哎，那这个就是说，它虽然会起现行，对，但是不受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这里痛的话，很痛很痛的话，突然间有一个人在骂我。那个痛就消失了，你就会注意那个，你就会去注意他在骂我啊。所以说那个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随地要正知正念，能够活在当下的，你才能够出来，你才能够守护六根嘛。是，对不对？那守护六根才能够正知正念，正念持心妄念，对，境界相续，活在当下，涅槃境界就出来了。是，是不是？那你定到一个程度，你就会了，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可以从点线面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哈，因为方法是虽然是花招，可是因为阿弥陀佛在里面有一个点，它会让你的神经呢哈拉出一个线，到后来那个全盘性的嘛，等到你稍微拼图进去之后哈，差不多你的人体都跟所有的法界强盛的境界全部都融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位那女居士啊哈。他就是说他阿嬷怎么样？对，他就是说平常都是在念佛啊。到临终的话，他就挂着的话，他就算颠倒错乱了。他就算很远哈，他算很就是什么都是很悲观的嘛。对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正知正念的那个能力哈，那个不断的在培养，但是到了我们无常一来的话哈。有时候是不是会算，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正向的能量，不断的要正知正念在那个。可是你现在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在这个修行。
最重要一定还是要愿力。像我都会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痛到哈，痛，痛，痛，我觉得到了，对不对？对。可是我还会再讲出东西给他，跟我一样痛的呢。感恩这个痛。同样痛的这些能量的，都由我自愿去承担。对。但是最基本这个能量是要开悟的，让他们都要完全呢，汇集善知识，不是正法，能够转化我这样光，我这样说，哎，上次有没有？这个愿力进去。需要原理啊。对。那是正面的那个能量，正向的能量，对，强而有力的，因为你大的能量太阳光下去，所以那个黑暗没有感觉了。所以你一定要强而有力的光体哦，不是就只有那些。那因为强烈的光体会受我们的业力影响，因为我们的业力就是不，很大，就是散乱嘛，散乱、冲动嘛、妄念嘛，这些都主导我们，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就直接进去了。所以你假设有办法止住哈，像因为每一个人你切入的点不一样，到后来你还是会展开出那个慧的智慧出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的，因为有的人就是要用这个阿那班那的方式，有的人就是用很多声闻他的方法，对不对？很多的方法都对，只要你的心是纯正的、纯善的，到后来你还是会找到终点。但是按宁静的，当然，对，因为你的心是恭敬嘛，你恭敬一分，你就会得一分，所以要去破无明就是恭敬，所以常不清菩萨是用恭敬进来的，恭敬，对，好，所以法师很好，这个都是自己的体验，所以你们要经过体验，再过一段时间哈，你们就体验就不同的啦，懂不懂？因为哈，心体要有转生嘛，总之有起现行嘛，是不是？所以这一切都只是在帮你们烙下最好的种子，那到后来你去遇到善知识，啪就开了，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好、哦，所以这个法师刚刚说这个非常棒，你们大家可以清楚吗？这是他现在在进入这个区块当中，我们在用相应的方法，哎，非常好，对，就是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是不是还有问题吗？我希望说今天哈人哈比较专注一点哈，所以是不是能够再上来讲话？再上来一个，好，非常棒哈！希望你做法师。大家好，我叫梁春满，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白净事。前些日子我先生因为那个手指头哈，被那个好大块一个那个石头扎住了，然后这个已经废掉了，所以啊。我就是会成佛的嘛，
你要这么肯定的，这个不是修来的嘛。本具组织这是让你去操练你的灵魂去面对这些的操练的。啊，你没有信心，没有通过这些法义哈，真的你做到哈，差不多一根三三啊，差不多吗？枯木啊，真的哦，你不要怀疑说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本具组的东西有没有唤醒而已哦，哦，一定要清楚哦，唤醒就好了。好，所以一定要很有自信，就是这样子。哦，刚刚资本这样讲非常具体，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个心。那上表位了。对对对，你有善分裂，而且去引导，对，这是非常重要。你的细胞的分裂的导向，好、哦，非常棒。对对对对，所以这些的观念哈、哦，非常正确。还有没有上来要谈的？你做一下法布施会比较快啊。还有吗？好，那我们法师，我们就是哈、哦，没有问题了嘛哈。哦没有问题了哈，阿菊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要反正就是了。感谢。哦对，像哈我们那个不给那个灵师有没有哈？因为就是遇到一个年轻人啊，那这个年轻人是刚好40岁，好40出，结果他就是因为人家说他有脊椎僵直性嘛哈，就是很严重啊，没有办法再开药给他吃了，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走路，结果他就是帮我们再去，因为他们认为说哈，请林医师哈，祝小姐她病嘛对吧哈，林医师呢他还不错，他有透过我们这样子亲属，他就没有帮他打针，也没有让他开药。他跟他说哈，以后讲到这个就反正比较有经验多哈，不怕多啊，所以他就请他回去哈，没有跟他讲基础哦，什么都没有跟他讲，就回去折一千下来。就不去折一千下来，你是中了一千下，哎，会办，就折叠就一千，可以用折叠，哎，第一公斤就折叠一千下，结果到一段时间之后，他来说，林师我真的可以走了嘞，你看，他就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有3天呢，哈，大家都来看他，就想说很棒啊，那我们来骑脚踏车，我们去稍微去，不用去烦恼，但是小地方的，结果一回来之后呢，又不能动，又来找林师了，他就问他说怎么了，他就说他们去。骑脚踏车啊，出去，哦，那他跟他讲说，你如果也不要骑脚踏车了，就直接折叠，对，所以这个是愿力哦。我们像这个折叠，像这一批是用愿力进来的，你就是这样子傻乎乎的去做就好了。他都没有给他原理哦，就开了一车就回去折叠就好了，就这样子，你看就好了。他的信心很够，有没有？所以我就想说，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要让你去找到一个固定的点啊，专注那个意思的时代去生活，对。就是因为很看发心，很看发心，很看发心。重点就是因为发心嘛，啊，所以哈、哦，我们所说的方法，他都很愿意哈、哦。甚至他妈妈，他就这次妈妈的照片在睡觉拿来给我嘛，我们就这样子帮他承担，因为他很相信，很神奇，他就信，就信正法这样而已，就那个能量而已啊。哎，这是六力转阿弥陀佛最重要的信的根源，这样好不好？好、哦，好。我们大概哈将今天所有的一切哈，建还要分享吗？来，你要不要说？快来。对不起，再耽误最后一点时间了。今天的课程这个起源呢，是来自于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因为老师有感于那个我们。这样一路上课下来，我们虽然一直在不断的讲这个因果轮回的问题，还有从自身下手，但是还是很多人那个法义不明，哦，理不明。所以说，在一次台中上课的时候，我们跟老师请法，希望老师这次透过陈经师，因为陈经师这边有录影嘛，哦，透过陈经师的录影，再把这个我们白净师以。因果的关系，哦，我们这次题目是定这个因果的如何的关系，把它再重新的想掉，啊，如何去解疑这个东西，啊，没想到老师早上一开始开宗明义讲，直接讲这个，啊，之前每上课的时候，他还会稍微点一下，然后每个部分都分开，这一段时间就是连过来都分开讲。早上一开始就直接把系统都讲出来了，
哦，所以说我很感谢老师啊，因为真的时间不等人了，因为现在的灾难很多，那灾难很多，无常随时都会来。你看我们最近很高层有一个气爆，啊，之前就更早之前有高谷嘛，但是就像老师讲的，这是全球性的灾难，啊，全球性的灾难，啊，原因就是我们体内四大不调，内境化外境，外境也四大不调。男生吃饭也比起来，哦，所以说真的，我们赶快趁有限的生命来延伸我们无限的回忆啊！人生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把握，所以到底我们能有几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定要把握什么？把握当下，如此刹那。我们的把握是这样子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你说现在这一秒下一秒就过去了，现在就过去了，我们能把握的就是当下而已。我们这一生看起来了不起100年啊，30000多个日子，但是实际上就是甚至比我现在手里还要多，明明为止。但是我们的慧命，我们的灵魂是有不生不灭，它是很长的，无尽无始。所以说早上继续跟各位分享，做一下没关系，拿一下没关系，哦，欠人家没关系，你要还很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宁可饿死也不要现在就这样，披毛戴角，哦，所以说人生无常，凡事皆是浮空幻灭，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能够付出。借由付出，才能够反观自己，才能够净化自己。哦，一呼一吸，皆出自于利益大众的心。如果说你今天一呼一吸，啊，吃住行住坐都是为了自己，那你一定是在无为，你一定是在无为，没办法解脱，没办法解脱。但是你今天转换一个心，一呼一吸，我行住坐卧，我吃东西。哦，我做事情全部都利益众生、利益大众的心，哎，你可能会有机会进去。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向外追求，你修10000年修不成，没办法解脱。但是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哎，反过来反求诸己，反观内照，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童话，哦，老师也讲了。如果说你能够进去，你看动画，你都能够开悟，可以看到它背后的真相。为什么那个动画做的？它只是这样一跪，它能够能遍十方，能速三际，我能够利益众生，补贴回向，然后道理在这边，这是心啊，利益众生的心。你的发心有没有拿出来？现在的发心都被人乱用。捐10块钱，捐100块钱，我们发好大的心，发心了。真正的发心是发菩提心啊，发这个大菩萨摩诃萨的心啊。啊，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发这个心，发这个心愿？老师说发愿力，唯有愿力才能解业力，不然一样都，无论你学什么，啊，能学什么武功、招式，全部都在无为，你没办法解脱。所以说，今天最后面也感谢大众，也感谢老师能够再把这个因果的部分把它重新的，很有，他这些是老师讲的，直接把系统讲出来。啊，之前这1年多来就一部分慢慢切割这样子，啊，但是今天呢，直接把系统讲出来了。我们的流程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说要收敛，怎么收敛？回来。逆流嘛，逆流就是神仙佛圣嘛。你顺流的话，就是流浪之子。我们眼睛一张开，就是往那条路走，一出生就是了。啊，每天分分秒秒，星期天都一直下雨，一直浩瀚。那你一定要收回来，你才有可能神仙佛圣。啊，取决于我们的心。啊，根气、动身、佛性都是不一样的。差别在于，差别在于你的染污多与寡，
你的脑部多不广，你的执行力够不够。最后面最重要的，我们的心量大于小而已。谢谢各位。教会跟活动。
中国佛教会高雄市恒大高雄佛教会一起联办，今天跟他们送一部《地藏经》，跟还有就是像我他们就举行那个告别式，就像就全部火化，那我们就到中午结束。那因为今天的人哈、也是蛮多，一共有1700多位，一来的跟地宫菩萨，还有全部的家属，全部反正今天到场的，本来我们是预计是要包便当啊，一千两百的嘛。因为我们曾经是刚好是靠近这个殡仪馆，靠最近的，所以佛教会就在我们的道场包那个点供啊，而且那个积沙功德会，真的是花心的菩萨，有道场有护持的，他们都是全部全力护持，所以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来。神经是就煮菜，还有包便当嘛。本来预计1200，一共加到1700的便当，所以今天哈、真的是大家都是哈、大家哈、都是我们台湾人哈、一样都是迷信动物，为了民民心啊，金价这都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我们本来啊人所去的比较美，比较很主流那个比较美，比较美哈，一个像红花派或者就是给像老师就说，就像我们团体这个参加者也不行，也流露出来的，真的是这样，然后一颗的真的。尊敬的心非常大，啊，上帝叫就是安尼回到后面讲下，啊，可是啊，真的人是很无常哈，前一分一秒前后，你跟闭着安怎，我讲到你怎样哈，所以讲那一天那个大招请我有去的哈，本来看那个相片，一分钟之前都是有生命。一下那个气泡的一个一个一个拢变一个，拢是写一个新出牌，安尼排一个，真的拢看着吼，是来让人啥会喜欢，真的很说以我们佛教说是人生菩萨，真的是生命在呼吸之间一个手命完全。一个大殿，一个规个，甚至讲，安尼起来，所有的居住人民，完全拢改变生活。那像咱市嘛，像像本来企业就是也是很忙嘛，你的经营代志，大家都关心，把这边事情要处理好，也是都把事情，市的法会啊。各事业的法师都全部就一起同心办好这件事的，然后就是说在这里像老师他上课啊，然后让我们的这风华还有折叠宗教上面，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但得到平安健康，却是人就是平安、健康，还有幸福，还有快乐。那这一些要怎样得来的？我真的是老师有一句话，真的是很给我很深刻，就是上一次上那个什么金马将中会，那个海马会那个海马会，就是真忏悔。真的每一个人有做到真忏悔你所要求的什么，你没有的都无啊，
真正老师讲一句话，真正互我体会足深的，真正就是你拢免创啥物话，真的是要从我们的自心做到真忏悔，你要求无报，你要求种种的事情翻转，必会积善果，将将于自然而然都会自己跑到我们的身上来的。所以说你若无真正无安然，无数以来无缘两种烦恼忏悔掉吼，你安怎求？安怎买迄个吼？业障无消除，你的善果，你的将将绝对袂放下去的。同意一个，真正，所以我是刚刚老师一讲小黑课讲，真的折叠老师对咱爱折叠，爱做光华，爱做染色体的排毒，将将总归所有的光华，你就是要做到真善美，所有的光华自然你就会互咱的身体健康，互咱的身体平安，安迄个安静自然。就也好，安回到我们老师老公啊，我们回来的剧组的那个圆满、健康、幸福，全部都记住在里面。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哈，再次这边风尘仆仆的来到我们高雄诚心寺，真的很有福报的一群。我们非常谢谢老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这样说，正等正确，阿弥陀佛。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师父大圣，谢谢我们。